有人说悟空。好，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悟空，玩个悟空应该没有毛病吧？悟空耶、yeah! ！昨天半夜1:30左右遇到我，我昨天半夜没有玩传说，你遇到鬼了是不是啊？我要拿出悟空单牌真正的精髓跟奥妙了，好不好？我要避免一切的纷争，好吗？像你看现在的社会这么混乱，对不对？一堆社会事件，我们要先茁壮自己。所以说呢，这一把我要先成就我自己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当一个自私的人，来，快点，我们要先茁壮。等一下啦，这个罗尔怎么网络一直有问题啊？它爆掉了是不是啊？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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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叶娜要出事咯。我们应该要怎么配装勒？我想一下，我这一把既然啊要这个着重在发育上面，那我就先出二级野刀好了。咦嘿，打这个野怪有增加，他要勾了，他要勾了，我们不能那么早往前啊。罗尔，你的网路先去修一下勒，出事了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出个光速鞋好了，暴击什么的全凭运气啊！我今年年初有拜拜，你他妈的，你他妈的要你当小偷，要你当小偷啊啊！敢偷我的野怪，过分！来喽，开虐喽！哈哈，怎样怎样，还敢偷啊？好了，我三个紫虎了，接下来就是可以出三件了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这个塔要不要敲两下就赶快走人了？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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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哎哎，我们下路再蹲一波。那这边如果要蹲了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要踩这边，从这边先踩一个隐身进来。哦呦，哎呦，啊，抓到你了！来来来，希望他们不要针对我的蓝 buff， 我回头还想吃啊。这个银咒，这个银咒被三个人的阿鲁巴，哎，天哪，好可怜哦。那我们是时候该拿个大龙了，是不是？先开个大吃吧。这里我有圣剑啊，对面不要乱来啊！我假派，先走。这个银咒的那个钩啊，应该还在冷却中啊。这边我们可以直接 ，Hello， 马勒法科，亚美德，亚美德。Hello， 进我来了，进进进！这个塔我不太适合被摸到太多下，因为对方的主卡还是什么的可能会过来，所以说呢，我这边扣技能，谁敢靠近我，我直接送他拳棍套餐，好不好？哈喽，马了。让我看看！不要！完了 ，fuck！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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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拉掉，然后他们应该会靠过来吧？拉掉，走走走，这个等这个银咒，等这个银咒。哈哈哈哈！年轻，太年轻了吧？哈哈哈哈！哎，他想着我是猎物，到底谁才是猎物啊？啊！
我可是觊觎他很久的人呢、欸，我心里面哦有一百种杀他的方式啊。刚好被我逮到，是不是？然后预购一个食神镰刀，哎、欸。鬼！太神了吧！我这个接技是不是一棍接着一棍打到对方他妈都不认得他、啊？啊！一棍！我觉得哦，我这个应该要先躲过他的钩，我再往前打他一波，是不是？卢哥，你是不是什么错都先怪小姑？这个是必须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今天口袋里面没钱啊，怪小姑啊，今天交不到女朋友啊，怪小姑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都先怪小姑再说。来吧，哦，等一下，我的蓝 buff 在谁身上？我蓝 buff 怎么不见了？嗯，哎呦，这边要先打一波了，这里没有办法先那个。还敢靠过来？对方死了几个？还有一个人，除了卡莉以外，还有一个人，主卡是不是？我看一下这边。优先推塔，我们要先把塔推一推。来吧，我们的复活甲也快好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这个叶娜，叶娜在吸引火力。不要，不是勾我，不是勾我，对不起我。好了，赢了，可以了。只是我们刚刚好像上去的太慢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早点上去的话，不对，我没有鞋子啊，我没有鞋子。如果我有鞋子的话，乔宝，最后一场了，再一场就上去了。好，帮队友按个赞。Check it up.